好了，别哭了，孩子们莫哭，姨娘一定会为你们做主的。哥，哥，此事你不能不管啊。看来只有鸣钟击鼓，请代王上殿为江后洗冤，才能保太子与殿下无恙。没有用的，代王听不进去。商丞相为了保江王后，不但没保住，还丢了官。哎，可惜文太师不在，他若在，把先帝留下的大王变一亮，也许代王能够收回成命。韦子奇大人，你是代王亲兄，不如你我。哎，不行不行，还是等各位大臣议后再决吧。议什么议？代王黑白不分，杀妻诛子，你们高官厚禄，枉为呈堂栋梁，既不能为国母洗冤，也不肯为两个太子复仇，一个个唧唧歪歪，什么议后再决，议而不决。我哥说的对，当今代王昏庸无道，一意孤行，我们反了。保二位殿下投奔东鲁，向东伯侯借兵，废了这个无道的昏君，立太子殷郊继承大业。不妥呀，这个不妥啊。有何不妥？哥，咱们兄弟二人一人保一个，杀出朝歌。站住！大胆逆贼，在这龙德殿上有老夫在，还轮不到你们这两个小小的镇殿将军在这逞能。你不能不管呐！大胆！捉拿二位王子，须有龙凤剑在手，你们谁有？还不给我退下！杨贵妃已自缢身亡，宫中现在一片哀嚎。不行，死了也要挖去双眼，以尽后宫。是。列位大人，我奉圣旨来请二位殿下，有人看见殷娇、殷红化妆成宫女逃到大殿，方向方毕。携两位殿下反出朝歌，逃出洞门去了。为何不足？方毕方向力大无穷，谁敢阻拦？二位皇子千岁之身，没有圣旨如何阻拦？哼，龙凤剑在此。迟乱，你既然奉代王旨意，应速去擒拿才对。怎么，自知不敌，还不赶快到寿仙宫向代王禀报啊。二方是你门下，最听你的。你他们只是做了你想做而不能做，我能做又不敢做的事，真是天意。代王，微臣到时为时已晚。代王应速派皇妃虎前去追拿。好，
你速将龙凤剑交于武成王去追赶逆子。是。要不是黄飞虎袖手旁观，两位太子又怎能逃出朝歌呢？好了，你不要再扯上黄飞虎了。顾玉他从小拜文太师为师，他是不会故意纵容的。殷破败已经言明，他赶到时为时已晚，何况还有君臣之分，不见孤的龙凤剑是无人敢动逆子的。咱们歇一会儿吧，弄点东西吃。你们不要命了？这荒郊野外的哪里有什么吃的？再坚持一会儿。哥，他们年纪尚小，哪儿走过这么多路啊，不如你们在路边歇歇，我到前面去给他们找点吃的啊。父王的旨意。皇舅，你明知我母子含冤受屈，为什么还要杀我们？非皇舅要赶尽杀绝，而是圣意难违。两位殿下，请自觉。皇舅，给我们一条生路吧，我们不会忘记你的救命之恩的。可怜的孩子，我若放了你们，便是欺君之罪，我若不放，天理难容。哎，皇舅，你要杀就杀我，留下哥哥将来还可以为母后报仇。不，皇舅，你还是杀了我吧，弟弟年幼无辜，何况两个证人都是死于我的剑下。哥，你是太子，长大了可以号令天下。我的好弟弟，我是什么太子？当父王要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什么也不是了。幸好有二位方将军救我们逃出朝歌，不然恐怕我们的脑袋早就没有了。就是母仇未报，我们死不瞑目。哥，皇舅，皇舅，我求求你，你放了他，放了我弟弟，拿我的人头去见父王吧。太子，天哪，王后娘娘，你在天有灵，就睁开眼睛看看吧，看看吧。黄元帅，我们方氏兄弟二人敬你万分，无心跟你挑战，也不是你的对手，求你杀了我兄弟二人回去交差，放了二位太子吧。杀了我们，放了二位太子，九泉之下我给你磕头了。愧对啊，愧对，愧对两位将军。也罢，我放你们走。你们还看什么？快起来呀。元帅大恩大德，来日定谢。不必谢我，我是为你们的一片赤胆忠心感动的。此事天知地知，唯我五人共治，如有泄露，我举足不保。二位将军听令。末将听令。
你们二人各保一主，一头东伯侯，一头南伯侯，沿途隐姓埋名，不可惹是生非。遵命。孩子，你们到达目的地要深居简出，苦练武功，不可轻举妄动，等日后长大成人再图报仇不晚。大王，恕臣无能，追出昭和70余里，到了三岔路口便打听不到消息。臣见天色已晚，怕大王着急，便赶回宫中复旨。爱卿辛苦了，先回府休息，明日再议。是。王后与姑是结发夫妻，虽无爱也有恩，怎么会想到要谋害本王？本王那两个逆子，少不更事，是非不分，竟然敢反叛本王而去！呀，吼，斩，杀！如果现在真的放走那两位太子殿下，他们肯定会逃到他们的外祖父东伯侯那里，只恐怕大兵不久就会前来攻打，到时候恐怕后患无穷。哼，传朝天朝雷，带精兵3000火速追回。鲍元帅，朝天朝雷两位将军持圣旨来领兵符，欲调走3000精锐之师。传我军令，今晚太迟，我派人挑好兵马，你跟朝氏兄弟说明晨武功前来领符。是。黄明，末将在。你速去兵营挑选3000兵马，切记兵要老弱病残，马要老马、瞎马、病马，明白吗？末将明白，末将这就去办。大哥，传令休息一下吧。玉，五更出发，日已正午，走了还不到30里，不能休息。大哥，这明摆着是主帅在作祟。哎，你看看，全是一些老弱残兵，哎，有他们拖累着，这猴年马月也追不上啊。恐怕不等追上，他们就已经到达目的地了。传令，骑马者速随我赶路。撤！撤！可以大一点。好，你选一条路吧。好。弟弟，我们分手之后你一定要听方将军的话，知道吗？哥，我不和你分开，我不和你分开。不行，我不和你分开。不行，朝廷肯定会派兵追咱们，如果双双逃脱还好，逃不了一抓就是两对儿，岂不辜负了武成王的一片好心吗？哎呀，哭什么呀？不愿意分开啊，就一同投奔东伯侯好了。我们兄弟俩愿同生共死，永不分开。
也好，听天由命吧。哎，我记起来了，当初老丞相告老还乡时，武成王派我护送，他的家是去东鲁的必经之地，距此不远了。好，天黑之前咱们赶到老丞相家，先饱餐一顿，然后带足蹒跚接着赶路。嗯，好，走。来，走。将后已死，后宫不可无主，孤决定立苏氏妲己为正宫娘娘。臣以为将后才去，定国母为天下大事，应慎重册立正宫才是。大王，苏护之女进宫不久，晋升太快，难服宫廷内外。大王，西宫皇娘娘德高望重，贤淑达理，若立皇娘娘，将顺国心，何名义？哎，这立王后哪能论资排辈呀，而应看其德、其才、其貌。苏娘娘冠压群芳，当之无愧呀。苏娘娘协助代王平乱后宫，其聪明才智谁不知道啊，所以这王后之位理当。代王，现人正被杀，弑君之案尚未定论，臣以为应查清此案元凶，等文太师归来再立不迟。武成王言之有理，望代王三思，缓立正宫。孤意已决，不必在意。今日大殿之上，群臣竟敢反对立你为正宫，简直不把孤放在眼里。大王，臣妾才疏学浅，而且在宫中的资历尚不及贵妃，臣妾没有觊觎王后之位。哼，爱妃你不必自谦，论相貌品行，谁及得上你？贤良淑德，聪慧大方，反倒是那些女人争风吃醋，心胸狭隘，利欲熏心，有谁像你这样真正的体贴孤王，真心的对孤王好啊。大王，我觉得此事在意吧，我不想大王为了我和宫中大臣们闹不和。哼，孤乃天子，立后之事自由主张，无需那些庸臣插手干预。就这么说定了，简日不如壮日，今晚就在摘星楼前为你举行晋封大典吧。可是大王。孤意已决，孤看中的人不会错的。谢大王恩宠，臣妾为大王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。我兵分两路，我奔东，你奔南。切记，三天之后不管结果如何，返回朝歌复命。好，右排，跟我走。就，剩下的跟我走。就。跪下。启禀代王，原中宫宫女的管事带到，总共72人。听候王后娘娘的差遣。很好，怎么他们一个个面带哀怨呢？回娘娘，江后刚刚过世，奴婢们乐不起来。想必是大王册封我为王后，你们心有不甘吧？也难怪，你们是江后的人，惦念江后也是人之常情。大王，臣妾就说此事应该在意吗？江后谋逆，
自绝于哭。难道你们不知今日是王后的册封之日吗？奴婢不敢，奴婢不敢。大王啊，死这些江后余党，日后必成宫闱之乱呐！对对对对，当断不断，必留其乱呐！大王饶命！大王饶命！饶命啊！传旨。等等，大王，臣妾有一方法，来处置他们。来。所谓是糊涂不识字，他竟下令赶尽杀绝，简直是畜生不如。老丞相，我等还要赶路，多谢了，就此告辞。看来两位王子也累了，不如先住下来稍作歇息，明日奔赴东鲁也不迟。去敲门借宿。是。开门。啊，我去看看。谁这么猖狂？开门。去看看。哦，快开门。兵来干什么？禀老丞相，末将奉圣旨来此拿人，巧了，叛臣正是老丞相的客人，给我拿下。走。朝将军，你们放肆！方将军，我朝天佩服你兄弟二人的为人，只是圣命难违，我劝二位不要抗旨，以免兵刃相见。见你个鸟！呵呵，有我在，哼，你休想带走二位皇子。是吗？别说是你，就是你们兄弟二人一起上，也不是我的对手。来啊，给我拿下！过去在我手下做事，我一向看重你忠胆侠义，今夜老夫求你放他们一条生路。老大人，属下实难完全从命。此话怎讲？
我回朝会这样回复：方氏兄弟武艺高超，自己逃走了。那你答应放人了？方氏兄弟可以，因为圣旨并未钦点其名，所以属下斗胆给老丞相这个面子。那二位殿下呢？不可以。二位殿下是代王钦点要犯，我若放了他们，我朝氏兄弟倒不怕身首异处，却唯恐落个欺君叛国之罪。看来要救二位殿下，老夫要重返朝歌了。这样最好，可能会皆大欢喜。我向老丞相保证，押解途中善待二位皇子，至于能否保住其性命，那就要看老丞相的了。好，就按你的办法，今夜你们先行，明日老夫一早便去朝歌面见代王。臣破厉害，是保大王子和二殿下安然无恙。老丞相，我们兄弟俩回去后必死无疑，愿老丞相日后能为我们母子平反昭雪。不对，不会的，我和你王叔爷、王伯、王舅一起面君，我相信你父王一定会收回成命的。各位各位各位，大家听好了，君王有令，朝歌城内每户交纳四条毒蛇，三日之内交臂，不得有误。各位赶紧上山抓蛇，我们明天到此收蛇，逾期不交者罚苦役三个月。走。大王要死毒物干什么？哎，别管了，快去抓吧。不就是一个坑吗？有什么好看的？大王，你先不要着急嘛。近日臣妾想出来一个新的刑罚，只不过臣妾怕会惊吓到大王。惊吓？古征战四方，杀人无数，什么样的场面没见过？好，那臣妾就给大王一个惊喜。好啊，姑就等着你给我这个惊喜。四条谁都不能免。那我呢？你和我同居一院，我们就算一家人了，免了。哎呀，太好了，老哥，跟你在一起啊，处处沾你的光。哎，这是我的，是我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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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是我的，这是我的。站住！去，人家都用龙，你为何用罐啊？家中无龙，无龙。哼，怕是不敢让本大爷我看见吧？有没有毒？有毒，有毒。拿过来，拿出来，你给我拿过来。一点不够，再记住啊！走。死胖子，我就知道你耍诈。无毒蛇，拿下！啊，君爷，君爷，带走！君爷饶命啊！君爷饶命啊！君爷饶命！哎，子牙，你能掐会算，通晓天地。哎，你算一下，这是不是有什么不祥之兆啊？朝歌有妖啊，
妖。大王，执殿官殷破败求见。宣。启禀大王，满朝文武殿前击鼓为太子求情，请大王登殿议政。哦，两个逆子被抓回来了。大王，刚才朝廷将军回报说太子已被擒获，两位太子一路喊冤叫屈，挑唆群臣要废君，说今日不死一定杀回朝歌取而代之。国王有心要放他们一条生路，他们却要取孤而代之，让众臣速速退下，两个逆子杀无赦。大王，圣旨已被召集撕毁。大王就这样失败，不能这样。各位大人，大王有事暂不相见，令微臣宣其守御。不行，我们要面见大王。先听大王守御，若有不妥我们再去寿建宫面君。也好。逆子殷郊，助恶殷红，灭伦苗法，四行不道，仗剑入宫，擅杀刺客江环，人证斩捐，稀图无证，又复仗剑追杀命官，欲行弑君，背礼逆伦，子道尽灭，今以擒获压制午门，以正成汤祖宗大法，力斩不赦，国事明日临朝在议，钦此。站住，你不在朝中为相，还是止步返回为好。放肆，老丞相乃三朝元老，有先帝金牌，谁也无权阻拦。让开。哼，老丞相来了，你快拿个主意吧。大家跟我一起面君，求大王收回成命。慢，老丞相不能意气用事，万一惹怒了大王，将没有收回余地啊。那依皇叔之见。老丞相，你我还有卫子启、赵启代表百官去寿仙宫。也好，列位在此恭候。丞相请。快去吧，快去。故意亲书守御，如有国家政事明日临朝在议，你们都是孤孙倚重的朝廷大臣，本该替孤分忧，却非要面君请愿，说来说去还不是为那两个不忠不孝的逆子求情。这两个妄图杀君弑父之子留用何用？启禀大王，两王子虽有不敬，但念及年幼无知，鲁莽行事，况且人死不能复生，今日午时三刻，两王子将人头落地，明朝在议，岂不枉然？尚荣，你好大胆子，未逢宣召却敢擅闯内宫，还不回家享受天伦之乐，别再倚老卖老。大王，臣看着大王长大，又受先王重托扶正，虽告老还乡，但忠心为民，竟朝局混乱，特来觐见。说，你对上天不敬，亵渎天地之母女娲娘娘，诛妻灭子，滥杀忠良，地则天怒，成汤基业动摇。来人，拿下！谁敢拿我？臣有先王所赐免死金牌，臣有百罪，该死也免死。何况老臣为成汤大业操劳五十春秋，有功无罪，谁敢处死？昏君，你再执迷不悟，不思悔改，那好端端的锦绣山河就会被你断送得干干净净，令先王在九泉之下寒心啊。如今是大王执掌朝政，不是先王，老丞相岂能仰仗手里的免死金牌来要挟大王呢？淫妇闭嘴，
人总有一死，我尚龙死不足惜，指望我的苦口良言能令君觉醒，死亦足矣。贤君，臣有负于你，有负于社稷，不能匡国救君，臣愧于泉下建立。丞相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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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丞相。这上空阴霾笼罩，皇城之上妖气升腾。这是这样的话，无耻昏君逼死丞相，先帝之魂饶恕不了你。把赵启拿下。淫妇，成汤将毁于你手。淫妇，你不得好死啊！武成王，臣在。商容自觉一孤，本该曝尸荒野，免他随孤辅政五十余载，没有功劳也有苦劳，故赐他楠木棺材一口，你择地安葬，即刻处置。臣遵旨。皇叔必干。臣在。即日起免去代理二字，任我朝丞相，费仲任雅相，协助你处理朝政。谢大王隆恩。丞相必干。雅相费仲特命你二人为今日监斩官，十三刻监斩逆子殷郊殷红，与臣随孤监斩，抛落赵齐。臣遵旨。臣遵旨。现在大王要杀你，死后冤魂不要来找我就是了。昏君，你助姬灭子残害忠良，千里不容。林父，你这个妖精，你不得好死。我就是变成厉鬼也会来找你们的。赵启死有余辜，古今有言在先，日后凡有邪言乱政，不是妄见者，一律按此刑惩处。有何差遣？我算准那申公豹必来捣乱，我即刻去搭救我那两位蒙难的殿下。
我等道遣术罚，恐怕不是申公豹的对手啊。你们不需救人，只需把他们送到稳妥之处。丞相，午时三刻已到了。再等等，说不定圣旨马上就到。毕竟虎毒不食子嘛。丞相，现于午时三刻，如若我们再不行刑，那就是抗旨不遵呐。行刑。谁是